欢迎光临，请问加什么油？九五加满。九五加满，请问要折价还是正品？折价。折现金，加油当然要折现金。台塑油价率先降价，加油站里头满满车潮，一辆接着一辆。民众说，今天这里加油卡俗啦，大概会差个一百出吧。贵嘛是爱加，小嘛爱加。硬是比中油便宜了0.5到1.1元，一台车加满就差了一个便当钱。看看油价，台塑率先在15号就宣布调降油价，92降到24.4元，95则是25.9元，9828.2元，柴油22.2元。突然的降价让中油措手不及，也赶紧宣布调降0.7元。但是对比一下，两方降价之后，中油除了98之外，其余的价格还是比台塑要来得贵。但其实同样的加油站，各家油价还是可能有落差。现行阶段，它本身就可以依据自己的需要，它也可以自主的来定它的价哈。李先生今天特别来台塑加油，就因为它的价格特别便宜，他就是所谓的追油族，哪里便宜哪里去。他说以台中为例，全国加油站的回力卡位于台中市区的崇德站，现金价能降1.5元，但是远一点的龙井站却能降到1.8元，以一般房车加满就能立刻省下一罐饮料的钱。虽然比较远，但是我们加下来一个月加下来也可以便宜个300-400块。虽然要多开一点路程才能得到回馈，但是东扣西扣，其实一个月还是能省下不少。油价降价之际，民众想东想西找办法，就是要找到最划算的加油法。记者黄建章、李元斌在台中的采访报道。